心灵晚祷。忙碌了一天，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。心灵晚祷是你心灵的加油站，为你加油，为你充电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，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，面对需要能一生向前，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帮助我勇敢，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天韵诗班所演唱的《勇敢》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敢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面对邪恶能仗义直言，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，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，面对试炼能靠你得胜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帮助我勇敢，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觉得你在什么地方需要勇敢呢？相信在我们小的时候害怕时，大人就会对我们说勇敢一点，不要害怕。那么相信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，我们需要的勇敢也不一样。有些人需要勇敢是在他遇到一些需要冒险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些人需要勇敢是在面对他需要告白的时候，有些人需要勇敢呢是他需要做选择的时候等等。好多好多不一样的情境都需要勇敢，可不是吗？但是就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，最重要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勇敢，在我们需要勇敢的地方。曾经呢，有一个年轻人在平静的一个潭边钓鱼的时候，常会看到有一个渔夫在水流湍急的河段捕鱼。年轻人觉得很奇怪，同样都是钓鱼，为什么要到比较危险的地方？水流这么急，真的会有鱼吗？有一天，年轻人终于忍不住好奇，跑去问渔夫说，会有鱼游到这里吗？渔夫微笑没有回答，只将身旁的鱼篓往岸边一倒，这时候一尾尾肥大的鱼溜了出来。年轻人看了相当的吃惊，因为在潭边他顶多钓到很小的鲫鱼，而渔夫竟然能够在水流这么急的地方捕捉到这么大的鱼。年轻人非常不明白，他说，为什么这里的鱼特别大呢？渔夫笑笑着回答说，
潭里面风平浪静，含氧量也低，足够那些经不起大浪的小鱼儿呼吸了。但这些大鱼不一样，它们需要更多的氧气，所以只得拼命地游到有浪花的地方。浪越大，水里的氧气就越多，大鱼也越多。许多人都觉得浪大的地方比较危险，而不敢加以尝试。然而，这里虽然有些困难，却才是真正能有收获的地方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觉得在这小小的故事当中，这位渔夫他也需要有相当的勇气跟智慧去钓到大鱼呢？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0:35说到，所以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，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赏。所以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，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赏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我们能够将勇气和智慧用在对的地方，那么相信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我们都能够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踏出自己的一片天。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，最后佳佳就要继续在这首由天韵诗班所演唱的《勇敢》在空中向你说再见。愿赐平安喜乐的上帝祝福你，下周同时间我们再相会咯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，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，面对需要能身向前，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帮助我勇敢，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。心灵晚祷，祝福你天天经历神。
步步与主同行。